这个队伍长得帅的瞎子只能有我一个。黑眼镜呢，他的性格上呢又很古灵精怪，然后喜欢开玩笑。有空来光火的按摩店，还有很多特殊服务，有一点这个贪财的一个性格在里面。我想知道，你消费了？我虽然贵，但是物超所值，钱到位，什么都知道。你这活得加钱了啊？那你现金？很精打细算。你这趟的钱得打我账户上。抵洋，我要给你当司机的话，能不能顶石头呀？爬上去顶不顶？夜班得加钱呢。放心，黑我保护你啊，老价钱。500，拉我，收费高吗？头层牛皮，质量一等一，440，真情不见外，最喜欢二百，六千要不要？800买你，有上限吗？500，犯法吧？不用钱啊，打钱就行。